废物，看看他一点年龄都没有。他毕竟是家族的二公子，这么说不好吧？怕什么，家族以实力为尊，就这样的废物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少爷，滚开，没有实力就和下人没什么两样。毕竟是族长的儿子，我们还是走吧，万一被族长看到，我们也少不了被罚。走吧走吧，听说的嘛，风族的公主要来退亲了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这个废物没实力还要娶风族千金，真是笑话。什么？古董居然来退婚？为什么？难道古董他也嫌弃我是个废物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古董，你真的是来退婚的吗？你小王子，你听我解释，家族正在被帝国打压，妖族多次进攻我们帝国，族长为了守护帝国失踪，生死未卜，你的实力没有得到家族长老的认可，水族一直在打压我们风族，要是我不同意和水族少爷在一起，我们风族可能就说到底还是我没有能力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天生就没有灵力，从小就被家族里人瞧不起，现在股东要退婚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没办法，小兄弟不要泄气啊。谁在说话？绝世天才居然在这里苦恼，我是神，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无知的凡人敬畏我吧。给点反应啊。你神经病吧，还神仙，我看你神经还差不多。你不相信我？行啊，我可有办法让你变成强者，你的心上人就不会嫁给其他人了。真的吗？师父，不是吧，你这变身速度也太快了吧。我知道我在家族里没有地位，古董嫁给我，他们家族肯定不会同意，只有我变强才能让家族重视我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是有的，就是很困难，你能坚持住吗？能，只要能变强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现在呢只是灵魂体，只能发挥十分之一的实力吧，不过也够帮你了，我帮助你，但你也帮助我。我帮你什么？帮我找到上古神兽龙骨、九品仙草一株以及万年妖兽内丹。什么？这么难找的东西你让我去找？你不是在为难我吗？要不是让你现在去找，有的是时间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就帮你。行，我答应你。那为师给你第一份礼物可是很盛大的，进去吧。啊，这什么？好烫。嘿，你坚持一会儿，你可是火族最独特的血脉，拥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实力，凤凰血脉，只是很难觉醒，在这冲岩洞里能够彻底激发你的凤凰血脉。我还能坚持住。坚持越久，觉醒的实力就越纯粹。我感觉我浑身都被岩浆给烫熟了。还要坚持多久？快了快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啊，成了成了。这不错不错，我们灵石分为青铜、白金、黄金、铂金、黑金、钻石、至尊七个等级，每个等级还分低级、中级、高级。没想到你刚觉醒就是低级黄金灵师，小小年纪居然有这种成就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明天就是家族年轻一辈的切磋比赛，也是我向家族证明的时候，不能让国栋嫁给别人。哟，接不起家族的废物吗？还敢来？你来自取辱吗？就是，这个是族内有能力者来的地方，像你这种废物，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。真是笑死了，要是有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来这里呀。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